僕が許さないよ。何？そろそろ寿司で汗を流そうね。そろそろ寿司を食べないと死ぬ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来说完一个看起来很欢乐游戏《寿司灵魂宇宙》，这是一个有点坑的游戏，还有主题曲耶。哈哈，被寿司压扁了。哦，是一个这样 3D 移动游戏。我们目标呢，就是要吃寿司啊！再不吃寿司就等死。吃十罐寿司，空中哦，它可以快速落地。好出，哎，啊，寿司呢？还有寿司吗？这边还有，好像没有跑步加速。吃了寿司，为什么寿司在街头上这么大？哈哈。OK， 再不吃寿司真的要死啦！快吃快吃，要吃15罐，吃，有点像吃金币的感觉呢。快快快！哦、其实地上的寿司还蛮多的。到处吃，还有配音超好笑的。哦，那你，寿司は消えてる。哇，哇，寿司新人，寿司意图。这个寿司还有脚，好可爱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！前面这个图，这个图，好可爱。OK， 巨型转寿司，来吧。哦，好大的回转寿司。OK， 吃寿司。哦，会弹跳，少吃一个。我们要吃20罐，哎、欸，好多哦！回转寿司也可以吃啊，吃寿司喽！怎么这里也有音乐？哎、欸，在回转寿司一直跑，就有好多寿司了耶！它自己会转过来啊。通关就可以获得一个寿司灵魂。那有寿司灵魂呢？哦，我们可以去买东西，增强我们的技能，还有技能可以升级哦。有可以治疗回血的，然后这个叙述什么都没有，大概是中文有问题吧。涡轮快脚可以加速吗？有点像跃步呢。喷射移动，空中快速前进，然后还有记忆回归，传送到三个地方。我们现在买第一个技能，治愈休息。可以看到我们右手多一个光圈，就是我们的技能的感觉。哎呦，有哎、欸，那知道怎么回去？这是一个中间的治疗点，好像可以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。直接来到宇宙了呢。宇宙，这个光是什么？喂，这其实是一个跑酷游戏呢，寻找红色贝类啊，我们要经常吃红色的、欸。OK， 重点是要吃红色，其他的倒是还好。会，真的好坑，神奇的游戏。我失去的寿司会恢复正常的。那你 ，sushi is not food， 讲英文的。正在改写寿司的概念。哈哈，怎么了？寿司变成武器了。寿司是飞弹吗？哦哦，突然变好强。我有寿司灵魂，寿司运动。
哇，接下来舞台到达寿司的宇宙去了，我们宇宙运动去吧。哇塞，攻击到其他多元宇宙了，好扯。这我们过去吗？我会跳得比较远。冲啊！这么发现还是有点奇怪，但我们寿司变成兵器攻击整个宇宙，我们去拯救它，把它带回寿司是食物的概念。走，来了，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球，另外一个地方。寿司变成网球了吗？地图跟我们刚刚一样，但是变得怎么样了？哇，这是足球吗？哎，还是可以吃啊！哎，等下绿色不能吃是不是？我还是可以吃，守门员里面都是寿司，绿色的是，不能吃。可以吃，这可以吃。这个吃，吃，寿司好像会重生吗？好像也不会。吃，哎，哇，我一直吃不到那个浮在空中的，死那个姿势有个好笑。跳，哎，那上面还有哎，我要回血，寿司治愈时间，可以在那边稍微停留一下啊，吃掉了。那个还不错，也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。有了灵魂，这边累积到四个灵魂，收集越多呢，这边关卡开放的会越多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一样也是足球，但是关卡看起来很神秘。后面怎么还有龙卷风？哦，这是一直到终点的。喂，哎，完了完了，上不去。这边我们要一次过关，一次过关。喂，要善用这个往下冲。我这边直接往前好了，走 ，OK， 有喽，直冲就对了。这是保龄球馆，保龄球馆 ，OK， 我们要吃的是有红色标记的寿司，快跑！我才会追着你攻击耶，好扯 ，Umai。好，还有四罐红色的，只吃红色就好。Go go go！ 哦，被攻击了，哇、哦，好痛！吃一下寿司，它的勾洗勾区会卡住你。来喽，没吃到，灰呀！这里还有哇，溜冰场哎，这也要吃红色寿司，好多溜冰人。寿司变成滑板哦，滑板寿司，这边还有，好，那我们这个时间其实蛮充裕的，不要被攻击到，只吃红寿司就 OK。嘿，好多寿司滑板人，我吃，嘿，轻轻松松啦。旁边这个什么地方？高级寿司店，吃寿司说的台词增加了，还会收到其他有用的信息。我们先把技能升级好了，这个好可爱哦。OK， 所以它台词会变哦。哦，寿司怪人。啊，这个宇宙中的我自己。一个是把寿司认定为运动的狂热者，跟我一样，要进行寿司对决了。突然有点烦躁，不晓得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哦，他那个踢腿，吃他的寿司。哦哟，是格斗的，是不是？吃吃吃，
这个不能吃，吃。好强，好美味耶。那绿色不能吃，大概是这个，那个坏掉了吧？啊，在上面，会，会，来吃光喽！一个把石头当球啊，我们把他的球给吃了。经过对战之后呢，了解彼此。また勝負しようね。哇，通往星宇宙大门打开啦，还有另外一个星球科技寿司宇宙。哇，被认为是技术变成萤幕了，是不是变成轮胎了？寿司悬浮飞车，寿司驱动寿司，寿司驱动汽车，凉爽的。OK， 来看一下智慧城市。哇哇，好多、哦。OK， 这个哦，机器人完了，寿司扫地机器人。会，会，把你推开，吃。喂，这边很大哎、欸，喂、欸，吃不到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旁边这边还有，这里就看旁边还是有很多正常寿司啊，浮在空中的就没有很科技的感觉，熟悉，我们可以解锁哎、欸，技能变多了哎、欸，越往后走怎么？这更贵，标记回溯。我来学一下这个喷射前进，空中可以往前喷的话，感觉是蛮方便的。走喽！哇，红外线不是绿外线。哎，我们这个冲刺，哎，在关卡中可以一直喷。哎，那这个就好用嘞，在这种竞速关超好用的。会，我直接用冲的，被撞到也不是说很痛，哎，很痛。后面的线怎么那么多？来了来了，最后的线有够乱，但好像走这边冲刺，对呀，寿司守门员到了到了到了，别再丢寿司了。这边是寿司变成武器的战斗试炼场，哇，好多寿司士兵，我在空中被寿司轰下来。里面士兵也太多了吧！哎呦，闪一下，闪一下！会，哇、哦，那么多！会，喂，哇，不能太靠近哎、欸！哇，这样我寿司好难吃哦！我们剩最后五罐了，发现它时间好像会加速哎、欸，还有两罐，我一罐。冲啊！吃到啦！这边跟士兵有够多，他是射寿司有够快的呀！哦，我们遇到了涩谷吃寿司的人，又是我，负责社会演化的演算法。哇、哦！那你熟悉 function？ OK， 我们遇到寿司科技人是我啊！我哟，这寿司还是当做武器吧？这跟武器有什么关？有什么两样？我们是要到达终点呢、欸，其实只要往后走就好嘞、欸。我哟，被骗了，往后走就好了，闪他的子弹。喂。OK， 没问题啦，冲啊，冲啊，会吃吃，哎呦，来，快到快到了，简简单单，会
到了，他自己人都不见了，太到终点了。OK， 我们战胜了我自己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解锁到下一个星球了？なるほど。貴様は貴様なりのロジックで新たな寿司の価値を創造して、よくわからないぜ。手荒な真似をしてすまなかった。貴様のその寿司への理解。哦，这么理解真是太好了。そういうことだぜ。新たな寿司の力で新たな生き方が。又有新的宇宙，好强啊 ！OK， 下一个宇宙这是什么？神寿司玉啊？是什么？寿司变成一个泡澡的东西吗？哇！视为神，寿司卡米。OK， 这游戏好强哦！但单上就是各种形式的跑酷收集寿司啦，寿司神都出现了。作者脑洞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，是一个很强还蛮爆笑的一个游戏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影片呢，别忘按个喜欢支持一下咯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